王子义，我问你，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没问题。我看你也是没有问题，怎么看你也像个聪明人，可你做的事儿太蠢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吧，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事儿，但也不能说蠢事儿啊。难道你认为这事儿你做的很聪明吗？那。 那我总不见得看着他爸爸欺负他，而就是旁观吧。再说了，我本来只是想教训教训他爸爸的。真的，我本来只是想打他腿来着，脚底下那么一打滑，手再那么一扬，就有可能打到他眼睛了吧？真不是故意的。别自作聪明了，被人当枪使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我实话告诉你吧。 你现在犯的是故意伤害罪，是要被判刑的。而你帮助的那个人，在我们协助调查的时候，已事先安排好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如果他被鉴定真的有病，那他所谓被他爸爸欺负的说法就不能成立。而你这见义勇为的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。同志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了？不可能啊，他没病啊，他真的没病。 对我说过，真的只对我一个人说过。求求你们了，放我出去吧，把我放出去，我得去救他。求求你们了。上次我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，你还跟我闹个没完。 现在你承认他有病了，这样的结果，你该满意了吧？哼，只是这样，太便宜他了。哎，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啊，他应该去坐牢才对。我有什么好满意的？ 啊！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我失去了一只眼睛，你失去了什么？你付出了什么？我付出了我的全部，我的青春没有了，我的幸福没有了，现在。 金厂长，这位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赵科长，麦景天被打瞎眼睛的案子啊，市局非常的重视，赵科长专门为这事儿来了解情况来着。哦，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？我对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，这样，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分管的副厂长，出事那天是他去的现场。我们刚刚去了医院，向麦景天了解了情况。 他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您最清楚，尤其是麦穗住进精神病院的事情，特别需要向金厂长您来了解。好像他是在您的关心下才住进精神病院的，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疯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和这孩子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，现在这两家的孩子呢，又同在一个班里，也算得上是父一辈子一辈了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上。 我是关心的多了一些。据我了解，这孩子啊，的确有病，嗯，好像是间歇性的。他好起来的时候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，但要是犯起病来，那真是跟发了疯似的。哎，我不知道这
这案子跟他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如果麦穗儿真的有病，他爸爸被打瞎的眼睛就与他无关，因为精神病患者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如果他没有精神病，按照我国刑法规定，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我以一个国家副部级领导的身份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麦穗儿这孩子，他的确是有病，而且他是精神方面的病。 王十一，王十一，王十一，活着呢，死不了。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吧。不用，请你转告安所长，要是他不把麦穗儿从精神病里救出来，我就一直不吃东西，直到饿死。 王十一，你把人家眼睛打瞎了，这弄不好得判你个一年两年的。小伙子，想明白点儿，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李大夫，嗯。 刚才派出所安所长打电话来说，他马上要带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这里了解麦穗儿的情况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是这样子啊，刚才我路过麦穗儿的房间，我发现你的病情很不稳定，很有可能复发。你呢，找两个人把他先放到宠物场，以免复发以后啊，难以控制，搞不好还会伤人呢。 派出所的，请进。李陆医生在哪儿？哦，他在二楼。啊，李医生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分局的赵科长。 啊，赵科长，你好，你们是来了解麦穗儿情况的吧？那边走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这就是麦穗儿。 只能先给他吃药，现在啊，稍微平静一点。听说他是第三中学最漂亮的女孩，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有啥别有病啊？那个叫王十一的男孩在派出所跟你叫屈呢，说他是没病，是别人迫害。既然这样，明天再审一次王十一。 就把他移交到市局看守所，也好让法院早点结案。好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啊，也就不耽误你了。
你的工作性质跟我们差不多，就跟一些特殊人群打交道。谁说不是呢？不光体力得好，精神承受能力啊还得强啊！来，再见再见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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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好啊！有啥别有病呢？你瞧这么大一个姑娘还尿床，哎，要说我们也够苦的，整天跟这屎啊尿的打交道，这可还好点。昨天那个老桃花呀，一泡尿湿了半个被单，味儿啊可大了。这倒还好，最讨厌的是你给她换床单的时候，还色眯眯的冲着我笑呢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病人呢？真对不起，我们俩光顾着干活，没留心他。他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啊！不是，看人呢，别人跑了，看人呢。
喂，喂，方云，我知道肯定是你。他又来电话了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把你撞着了。哎呀，忘了，刘科长送了一些你爱吃的小山核桃，下班的时候我给带回来。你别装作听不懂。一大早的干嘛呀？我干嘛？我倒要想问问，你还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上班去了。站住！你今天不说清楚，别想去上班。我说你还讲不讲理啊？我是一厂之长。厂里一大堆的事儿在等着我去做呢。厂长，你别忘了，你这个厂长是怎么当上的？英美，能不能别老拿这个当事儿说，行吗？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你敢对我陆英美有一丝不忠，我立刻让你从这个位置上离开。声声说要跟我结婚吗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方云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。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你呢，是团里的台柱子。下半年我们要到北京参加全国的汇报演出。你想想，要是我们俩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那这件事情肯定就要泡汤。这对你的前途不好。我不管，我就想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要跟你结婚，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。方云，你是不是也得为我想想啊？我这个男高音现在也唱不出什么名堂来，这个厂文工团的团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厂工会副主席这个位置是个空缺，我呢想努力一下。你想想，要是我们俩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那肯定领导就会说这小子不思上进。那后果，这后果你想过吗？你说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你我的前途都会因此葬送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？啊，去我老家。不是说好是到医院去打胎的吗？怎么到你老家去了？王爷，我是想带你到我老家的医院去打胎。为什么要到你老家？我了解过了，现在打胎需要两样东西。 一个可能是结婚证，再一个就是单位证明，不然人家不给打。你不是说医院里你有熟人吗？医院里我是有熟人，我想这件事情要是让熟人知道了，传出去，你我这辈子咱们俩都完了。那你老家能行吗？ 能行，没事。告诉你，我们老家有一种草药，是专门用来给女同志打，还有特别管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的，真的。没事，放心吧，啊。 我女儿麦穗儿现在正在精神病院里受苦，我刚才去看她，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扔了，她开始恨我了。我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把她送进去的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。我看你还是把她接出来吧。我说方宇。 你一大早的往我家里打电话啊！现在又不顾死活的拦住我的车，就为了说这事儿吗？是的，我要你把我们的女儿从精神病院里接出来。这件事情我以前不说过吗？她现在不能出来，我等到这件事情平息了以后才能出来。我不管，是你弄的事儿，你得想办法。哎，这个让我想办法，那个让我想办法。 我哪儿有这么多的办法？还有，你别总是没事儿有事儿的往我家里打电话啊！
陆应梅开始骂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让他骂好了，我有今天还不都是你们给害的。那这事你怎么能怪我呢？当时不是你提出要和我分手的吗？是我，这不都是你金玉山想要的结果？你这个人太虚伪了，你！我恨你！方云，方云，是我，你把门开开好吗？你走吧，我不想听。方云，是这样的，我马上要调离文工团了，要到厂工会去工作。你要调走关我什么事儿？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方云，你把门开开好吗？我就跟你说一句话。你走吧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方云，金团长叫错人了吧？原来是小鹿，真是难得。怎么？不请我进门吗？哪里哪里，请还请不动呢。来来，请进。金团长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想听吗？当然了，好消息嘛，谁都愿意听。我听我爸爸说，准备提拔你呢。真的？嗯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我怎么会骗你啊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可是在我爸爸面前说了你许多好话的，是吗？那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。不知道陆书记他会把我调到什么岗位？你猜？我听说工会副主席这个位置一直是个空缺。哟，你早有这个心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急什么呀？这是好事，做人，尤其是男人。就应该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事业。要真是这样，那可就太好了。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。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呢？我就给你买一个纪念品，好吗？这什么纪念品啊？要不请我看场电影吧？好，我这就去买票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。玉山，这下可好了，你的工会副主席位置任命了，而且红的文件也下来了。小鹿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父亲一手促成的，找个机会去看看他。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？我想还是应该去看看。那好吧，明天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回家看看他老人家，说不准啊，将来他还会提拔你呢。好。方云，方云，是我，你把门开开好吗？你走吧，我不想听。方云，是这样的，我马上要调离文工团了，要到厂工会去工作。你要调走关我什么事儿？
走得越远越好。不是我们家十一，你是谁呀？奶奶，我是王十一的班主任，我前两天来过的，我叫诸葛新红。啊，原来是你呀！十一走的时候是告诉我，说你一定会来看我的。奶奶，十一要过几天回来，不过会很快的。我年纪是大了一点儿，可还没有到糊涂的时候呢。我知道，十一啊，他没那么快回来。这个孩子从小没爹没娘，性格是倔了点儿，可他懂事早啊。外面的人都当我们家十一是个小混混。其实啊，他比别的孩子都懂事。啊，诸葛老师，你下次要是看见了十一，你告诉他，奶奶会照顾自己，叫他放心好了。诸葛老师。一会儿我想上医院看麦穗，你去吗？是吗？我也正想去呢，不过我要给别的班上节课，等下课以后我们一起去啊。好，一会儿等你啊。哎，诸葛老师，你说麦穗是不是马上就该出院了？但愿如此吧。这回王十一可就惨了哈。金玲啊，看来你跟全班同学一样，并不真正的了解王十一。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想了解他，他是咱们学校的老牌留级生，而且还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混，我了解他干嘛呀？金玲，听老师一句话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是班长，又是学生会主席，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，要客观地看待问题，不能人云亦云，要有自己的目光与想法。诸葛老师，您的这种所谓的客观，咱们同学现在有好多人都理解不了了。那你怎么看呢？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您这种客观。关于王十一这个人，我们以后慢慢聊。但有一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王十一有一个80岁的奶奶，全靠王十一照顾，而且他为了照顾他的奶奶，去殡仪馆打工扛尸体，这些我们全学校人都没人知道。我也是当了他的班主任以后才知道。哎，诸葛老师，哎，诸葛老师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等会儿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。进来。医生，他们是来看麦穗的。
他们谁啊？我们见过面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忘了。我是麦穗的班主任，我叫诸葛新红。啊，你是麦穗的班主任。是这样子啊，麦穗呢刚刚进来，他的情况非常不稳定，所以我们院长规定了他是不可以探视的。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？是老师又不是医生，你懂什么呀？其实我觉得麦穗他没病。他没病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这么说我错了，我这医生别当了，你来当。啊，你来当，你来当。我告诉你，麦穗儿不但有病，而且很严重，要不然我会向公安局证明他有病吗？那不成坐伪证了？坐伪证是要坐牢的，你要害死我呀。医生你先冷静一下好吗？是金玉山让我和我们班主任一块来看麦穗儿的。金山银山听不懂。金玉山是我爸爸，是南方化工厂的厂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，金厂长，你是金厂长的儿子？你不信？那要不打电话确认一下吧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行吧，那我就先破例一次。但是我告诉你们啊，麦穗的情况很严重，你们跟他说话的时间不要太长，还有，不要刺激他。在这儿等我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害怕，你的班主任和同学来看你了。在哪儿？我要见他们。在我办公室呢，跟我来吧。没事，你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有什么？什么好点没好点？我根本就没有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老师最好的学生，你是老师的骄傲，你是第三中学的骄傲，你怎么会有病呢？老师，我害怕，他们都把我当疯子了。只是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老师相信你会坚强面对的。我们的学校的同学和老师都在等你回去，等你回去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再敲开大学的门。带我去哪儿啊？对你来说，去哪儿不都一样？那我能去看看我奶奶吗？行了啊，别做梦了。我总觉得，除了我父母之外，还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我。麦穗儿，
你能说的具体些吗？什么力量啊，麦穗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时时刻刻罩着我，都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